现在就是现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哈，因为上面有这个对啊，这块，所以我想电把它保池护起来。啊，知道，因为上面是电池，而这那我个在这建一些木刺，把这块而圈那起来。个电池现在是个单点哈，现在是个单点哈，嗯。所有这些跟陷阱有关的线全部都是从这边出来啊，所以它现在是单点风险，我要把它保护起来，但是呢又不能把它围死，因为这从上次从这边跳下来。啊，不能把它关在里头，要不然它就全部都砸了。所以就所是以我我们想建木刺。留一些缝哈，但是就是缝是小到巨型丧尸进不来啊，只要巨型丧尸进不来那好说。吃猪蹄吧。好。直接这么保存起来。你这边弄完了吗？哪边？这块。那没事。我在这块包铁刺，包那个木刺了。就这一块，我包你这木边刺。包木刺。不包也行，我就是觉得这样能保护一下他们，丧尸就是砸的时候，它至少会被木刺一直刺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想在这包木刺。当然不用我建筑更省事儿，毕竟对我你来说就是，包吧，包行。我就把这一块包了哈。这块不行。那这个空比较大哈，巨型丧尸能进去。哎，这么大。这样的话，就希望这些丧尸们优先啊，希望丧尸们不要冲到里面去啊，就是优先啊，他们想砸的话，优先砸这些这外样行墙吗？那这样弄行吗？啊，停，行，挺好，挺好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像我想象中那样，但我觉得至少是给他们制造一个阻碍吧。这块也得再弄。这个墙也用不着。我回去把我身上的树枝放一放，我刚才又砍了一些。后面门都关了吧？后院的门你都关好了吧？然后我们在这边设一个楼梯。就是让丧尸们上来哈，如果前面塌了的话，就让丧尸们从这边上来，这边盖个门，一旦就是前面。这些地方塌了，丧尸们过不来，那我们就开这个门，把就是疏通这个交通哈。只要丧尸们不拆家，那光靠这上面的陷阱，我们还有一线希望哈。那他们会不会直接全都从这儿上来了，不走前面了？对呀，就是前面塌了的话，他们就肯定会直接从这上来，是不是？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陷阱嘛，是吧？我们还可以稍微拼一下嘛，是吧？那什么炮塔什么的，说不定还能帮我们打，是吧？要不然他们就不那么痛的话，他们就直接开始就砸，然后这个砸了的话，那就真完蛋了。这个平台被砸的话。你那个小石头什么的都带好哈。然后就是这个坏的情况，就是丧尸们，我们开放这个门，这之后你就得引诱丧尸，你就得跑动什么的哈，就那时候就比较艰难，知道吧？会比较艰难，但是你得撑住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告诉我怎么做呀？你跑动，然后主要是把丧对尸呀，就引是到丧哪尸们，去？到时候就丧尸们就里面这上面会全部都是丧尸，是吧？
那你就不停的这么来回跳也好，怎么样，就没有什么哦，我知答道案了。了，是吧？就得你得根据情况，让丧尸们通过这些陷阱嘛，是吧？明白了，顶上是第二重保险呗。这个应该也换成电的，对吧？现在，行，看一下。电池好像都是满的，啊。五绳二铁五钢，五绳二铁五钢，五绳二铁五钢。五绳二铁五钢，五绳二铁五钢。五绳二铁五钢，哎呦，正好啊，五绳二铁五钢，然后是茶马精，茶马精是什么？你听起来像骂人。插头马达晶体管，两个铁锭，我们能不能？差的是数字啊，那还好。因为啊，树主要是枝，树枝什么？就是平时用剑的时候，它也会用到各种地方啊，所以树枝比较缺啊。所以平时在路上要来回砍树枝吗？我们把这个也换成电动。是我查缺补漏的，天哪，我们底下像个迷宫一样。说的砖，这个城堡的名称就叫娜娜的迷宫，迷之迷宫，感觉像那个什么希腊神话里那个牛头怪一样。丧尸们的世界里，他们就是英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也改成门，啊，算了，明天吧。我想把这个改成门，然后平常是把它开着啊，然后我就不用这么绕过去了，回基地。啊，这边也一样，平时这边全部都打穿，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些门都关上。我觉得现在爬来爬去挺好当的。然一定得记得关上，要对不呀，然。不，你别换成门了，你就换成这种半墙吧。我信不着你弄门，你总是忘记关门。然后我先看看能不能造这些东西啊，如果需要紧急修补的话，能造这个啊，墙造不哎，了，墙啊，我再弄个绳子。越来越紧张中带着一点兴奋了。我们现在算是老兵了，是不是？需 不要是新绳兵子，了。浪潮开始了。就开始了，噔噔开噔始，的，然后这楼个梯声也音能有不做，祥之感。然后我拿一些铁块儿，哪边？拿谁一些在叫？铁块儿，然后小石头，小石头。然后树枝48个，行，我再拿个吃的，但是箱子里是不是一个树枝都没有了？全拿走了。我们一大早死在外面，没我们。箱子里面应该有，我记得有，烤猪蹄啊，然后啊，好紧张！他们来之前这一瞬间，好，外头的陷阱什么都弄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想烤猪蹄，麻雀羽毛，这放进去。绞肉块我拿着以防万一。还有那个香肠，拿那个补血多。这样，什么剩下什么都应该没问题。然后这个拆了，给他，这个不能拆，那上次怎么从这通过啊？应该没事，解放他，让他放飞自我。来了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第一批是普通丧尸和大白，还有那个四脚爬的那个爆炸丧尸。哦，有一部分直接从后面过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哎，上来了，门没关。然后上来了。哎，完了，他们直接越过第一个了。等一下，我这快捷键。好了，我关上门了，稍微会混了一些啊，稍微会混了一些，不过还好。
稍微会困难一些。准备，哎，这他怎么上来的？刚才那个普通丧尸是怎么上来的？对的，就从那个门上来的。小心，小心。啊，你小心，你下面。哎，我差点掉了。好好好，啊，他们全部都下去了，是吧？嗯。然后这个没开，这个没开，哎呀天哪！你这啊，好了好了，好，他们都啊上墙了，然后就等剧情。哎，他都被挤上去了。补了吗？哪个刺？这三个转的刺，啊、转。我刚补了一下。哦。不要心疼树枝哈，就是空闲时间就全部都补。嗯、我把那边那几个会空的陷阱。好、啊、这个变成电动了，不用。去帮我拉开。好、啊、目前没看到剧情。踢一下。这个铡刀看一下。我去看，我去看。看了吗？我到上面去看你了。嗯，普通丧尸，电池也还行。嗯，你可以稍微骑一骑。嗯，哎，我怎么血变少了？补血啊。嗯。上面还有个雷达在那转，好晒呀、啊嗯！我去看这个容易舒服的这些地方。嗯。现在我有点害怕抬头看，我怕看到那个巨型丧尸。这些刺补一下吧。嗯。天哪！你这个旁边外头那个刺，你补一下哈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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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紧张。这个巨型丧尸来之前多让人紧张。这个榴弹发射器不知道它射程有多远哈。嗯，而且有可能它的射程是个抛物线。嗯，我要举高一点哈。嗯，第一个你就先瞄着身子打、嗯、打看一下。嗯什么情况？就是一路陆续的小丧尸们过来。嗯。嗯，都是一些小丧尸。嗯。不能放松警惕。嗯。上次我们就以为没事了，结果一回头，一个跟我一般高的丧尸。怎么又掉下去了？快上！不是我下去看那个转的那个陷阱。嗯。大白来了一些。嗯、大白还有，哦，应该就是
普通的小丧尸。把这个，今天他们还是从这边过来。嗯。那我应该把这个墙拆了。好的，现在开始来比较激烈的了。把这个墙拆了。那个屠夫什么的开始来了。嗯，刚才是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他这个上。随时看着点后面，我怕那个二楼突然间从后面出来了。那个你自己看看，我看那边电，电、嗯、现在哦，还十个风车还行，只少了后面只少了两块。嗯，我现在一直在骑着呢，反正也。嗯。嗯。哇，这些也还行。来了一大波大白和大绿哈，大白大绿哦，好多，还爆炸丧尸来了，爆炸丧尸来了不少，来了三四只，然后屠夫门，哦，上来的还挺多，啊，上来了一些，哦，不过没关系，不痛不痒哈。还有那个炮孔也来了，那个炮孔丧尸也来了。我现在好怕那个巨型丧尸，突然间出现在那。着了吗？着了吗？没着，没着。哎，怎么是你呢？我怎么刚才看见你飞出去了？嗯。哎，屋里着火了，咱们家着火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先别骑了，你先。我去救火。是我。不，你在外面，你在外面。那你上去救火。嗯。好吧。好了吧，好了，没，火灭了吧。是因为他吗？是因为他着火的吗？我把那个联系都，刺断了，刺不断了。行。刺不断了。啊，我补了。好。我补了，也是补了两个。行。巨型的来了吗？去弄一下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他去打后面的木字去了。嗯，我见的那个木字不错。我刚才只是补了那个转的刺，我没有给他修整哈。我接着骑火车。那个、后面打木刺那个又回来了吗？我看看啊，回来。还在等。回来。我再骑一会儿。哦，他现在这个浪潮时间延长了，感觉以前到两点就结束，现在两点你看还。不是我们就杀不过来吗？我们杀得慢。杀这么多了嘛，所以。击杀所需的时间变。你自己修整可以吗？嗯。我在这踩电。我去把那个看一看，铡刀我看一看。你说。好了，我回去。一大批爆炸丧尸，等等，好多。嗯。你骑着吧。炮孔来了一大堆。嗯。好多，十几只的感觉。嗯，这时候要有火焰。我让这些机关枪什么的稍微试一下哈。行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着火了。
你只是你着火了还是？我着火了，这个也被打坏了。哪个被打坏了？那个电池。情况，对，它就坏了。好，电池修好了。哦，这个不转了。哪个？底下那个刺不转了，不是底下这个转刺不转了。转刺无所谓，转刺无所谓。哎呀呀！怎么了？没东西，没有树枝了。哎。啊，没事，死在。死在家里了。哎，他们怎么都跑了？我明明在这儿啊。你能补吗？一次，我上下面一看，我感觉大丧尸要来的话就快来。他们怎么往外绕了？回来！你们要去哪儿？别拆我们房子！哼！啊，回来了！他们回来重新走这个迷宫了。你刚才有100次，哇！刚刚那短短他发射了十几发子弹。嗯，你还是要他们打大丧尸吧。嗯，太浪费了。嗯，难道今晚大的不来？他隔一天一来？哦。好像是不来嘞。他被推下去之后呢？然后呢？他怎么不出去啊？在底下干嘛？砸。走了没？砸墙呢？啊，出去了。出去了吗？出去了。砸两下墙，出去了。结束了，好像。哦，所以那个巨型丧尸是每十天来一次还是？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好心每十天。接下来是每五天，五天之后来，然后下一次3天之后来，就这样吧。不知道。他被推下去之后，对。他绕一圈是吧？嗯。我看看这些陷阱的还剩多少次。哦，所以大丧尸巨型丧尸来了之后给我们。这个陷阱就用了一次，没有，是吗？你中间补了，我补了好几次。哦，都上来了，他又被推下去了。哈哈哈，这个炮筒，你这几个刺建的好好啊。直接打他吧。要砸一次啊！他又过去了。我下去了。又该绕一圈了。那你直接打我，看看这些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板哈。嗯。我也下去了。他怎么把我直接无视了？我也跳下来了哈。嗯。哦，这木刺都被打了。嗯。70%。我现在先给你分赃哈。嗯。你先可你用也行。不，我现在800多个，我先把已有的当做给你啊。然后我再去捡，然后捡的很多的话，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些。嗯，反正以你为主。嗯哦，我这些木刺都消耗了，不错，挺好。乖，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板就被消耗的比较少啊？91，它也消耗了，有两块，哎，完了，我也被创，有两块是那完了。那这两块地板怎么补？在上面补。上面定位不到啊。啊，这些都没事。你没留一个自己能，所以现在补不了是吗？哦，就蹲着看，在顶上蹲着能不能定位到了就。没法定位，就拆一个吧。好吧，那你下来拆吧，你拆不是能省一点吗？啊。或者你留一个空吧，你重新建一下留个空吧。对，我没有经验，我不知道需要留。成功。嗯。我们活到两位数了，并且过大于10了。检查一下这些地板。
来倒补一下。嗯，得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哦，这79%这就补。这一溜好像都比较损伤比较大，就是靠丧尸的这边。哎，这个不应该补啊，行吧。不错不错，你这个挺成功。嗯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因为今天没来那个巨型丧尸嘛。嗯，那也挺成功的，这么多丧尸也是很严峻的考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回去学习去。好，我现在800多个研究资料啊。嗯，你先学吧。嗯。这家里看来都得升十件呢，这突然间着火了就比较让人烦了。对对对，是吧？但是我就想十件的时候直接就做别墅了。不是啊，这里算是我们的工作间嘛，是吧？工作间也不能太马虎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吧。而且现在我们十件是能供得起。而且优先把最外层一圈改成十件的话，就应该差不多。其实现在这个电池和这个自行车是稍微有点多余啊，他们就充气量只不过是增加了一块电池的容量的作用而已，现在起的。风扇。啊，不是风扇那个，也开始有几个坏了又。那个转转转，嗯，出去记得关门哦。嗯。啊，每次活过一天都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啊。我把火箭炮放回去。好，现在是凌晨4点哈。今天这样，现在我们一样哈，贪黑。去快速去下一个任务地点哈，去 Z3 去某一个地下室哈，嗯，去一下那边啊，看看在那边能不能拿到教科书啊，快速完成那个之后我们再回来，再继续建设基地哈。哦，好，去之前你先把那些陷阱啊什么的都整理一下吧，我这边的陷阱什么的啊，整理一下。当丧尸！天哪，家里怎么会有丧尸啊？啊，我开门了。嗯。啊，好多呀，丧尸。啊，好多。啊，天哪，我要死了！哎，出来！你不是你。